好，不要高兴太早哦，不要高兴太早，对不对？不要看不起人，知道吧？还有，我告诉你说，我可以，不要说我的粉丝家人们，知道吧？闭麦，不就你提了一把吗？吹什么牛嘛，对不对？天蓝，我直播间带节奏。来，家人们，一狗上票了吗？一没有上票啊，看着一点，咱们。来，这把 PK 咱们只有这把 PK 的机会了，无论如何咱们这把 PK 全部打在这把 PK 上，许条跟他压着走，好不好？团结就是力量，我希望我们团结，好不好？因为直播间他直播间人气比我们多，只要我们能团结就能打赢他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只要我们团结就能打赢他，知道吧？然后刚才咱们已经输了一把了，咱们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子弹，然后这把 PK 全部打在这把 PK 上，好吧？这把 PK 移了，咱们就有机会移他；这把输了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已经移了一把了，这一把我们再输的话就直接输了，三局两胜啊！如果这把移了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移他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把我们准备一点子弹，无论如何准备一点子弹，咱们直接干他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来，来100个人，咱们一人小一个小星星，好吧？一人一个小星星，一人一个墨镜，走起来！因为只要有100个人，一人一个送一个小星星的话，有这个礼物发杯的这个礼奖，会给我们一个礼奖，好不好？一个礼奖的话，咱们就礼物发杯了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，所以还有70个来，家人们还有70个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还有60个来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60个人，一人来一个小星星，咱们就可以领取这个礼物发杯的机会了，来，加油！还有49个来，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来，团结起来，这一把我们全力以赴的赢他，好不好？这一把我们希望能够全力以赴的赢他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38个人。来，加油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赢。什么意思啊，家人们？不是卡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啊，我的飞行数比你的多，但是我这边卡了，看不到你。现在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来。来，闭麦。闭麦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全力以赴干他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怕，打都还没有打你们就怕了，那怎么能打得赢呢？对不对？咱们团结起来，既然我们接受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知道吧？只有全力以赴的干他了，好不好？只有全力以赴的干他了。今天晚上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我都会截图下来，知道吧？榜上的哥哥姐姐，支持阿伟的所有姐姐哥哥们，我都会截图下来，咱们能上10分，上10分，能上100分，咱们上100分，全力以赴的干他，好吧？团结起来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了，不一定输给他的，知道吧？但我也没想过我会输，因为我身后有一只 NZ 皮带，加油！这个时候我需要大家的帮助，我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真的我不想输给他，所以我们全力以赴的干他，好不好？全力以赴的干他，我不想输给他。现在已经开始了啊、哦！这一把我们输了就彻底的输了，我希望这一把赢他，这一把赢他我们就有机会赢他，好不好？所以全力以赴的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 1.5 倍的加成时间，我有了这个机会，来100个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好不好？一人一个小星星，一人一个墨镜，咱们团结起来，好不好？伟建军的家人们，咱们团结起来，一人一个墨镜，有100个人，一人一个墨镜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咱们就有这个礼物发杯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一人一个小星星，来，家人们，来，所有伟建军的家人们，全体起立，全部动起来，一人一个小星星。安在彼在，永所不畏，南征北战。南征北战，不服！谢谢我一姐来了，感谢你送来的墨镜，谢谢。来，还有40个，还有47个，来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一人一个墨镜，咱们全部斗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时候一人一个墨镜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好吧？我希望这把能够赢他一把，好不好？来，感谢我一姐，来，感谢我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墨镜，来，加油！还有33个家人们，还有33个，
咱们又有这个机会领取这个礼物翻倍的机会了，礼物翻倍又是一个跑车又是两个跑车，家人们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能上点票的咱们上点票，来直接哪个姐姐给我直接来个热气球，咱们就可以小心心，这是人数人数啊，这个人数差24个人数，来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加油，感谢我一姐送来的热气球，一人一个小心，还差19个，没有领取到啊，家人们没有领取到这个礼物翻倍的机会啊，因为凝聚力太小了，凝聚力太小了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凝聚力太小了，没有领取到这个礼物翻倍的机会，没有关系，家人们，咱们先把许条给它压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对面10000飞了，我们1700飞，咱们先把许条给它压过去。来，直播间哪个神秘的姐姐，哪个神秘的哥哥愿意帮阿伟出一口气，愿意支持阿伟一把的，咱们直接上个跑车或者飞机，直接把许条给他压过去来，好不好？直接整个飞机或者跑车，直接把许条给他压过去，我们把许条压着走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来，哪个神秘的姐姐和或者哥哥，直接给阿伟刷个跑车或者飞机，直接把许条给他压过去来。直播间3000人瞄准，公屏上送跑车的直接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来，把许条给他压过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面11000飞，咱们咱们1800飞，咱们一整个跑车或者飞机直接把雪条给它压过去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我坦然一生，感谢我好姐姐送来的跑车，来，家人们，3000个人瞄准我一人，我坦然一生姐姐点一波关注来，能点1000个点1000个，能点2000个点2000个来，直接点一波关注来，感谢我金姐送来的跑车。来，直接给我积极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我依依姐送来的跑车，来，团结起来，必须干他！这把不赢他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伟家的家人们团结起来，直播间3000人，瞄准公屏上只要送跑车的、送飞机的，咱们直接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直接点关注，点1000个算1000个。我相信我姐姐们是我被欺负了，他们看不惯我被欺负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帮我出口气。帮我上点票，但是值得我们关注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接点关注来。对，这把输了我们就直接做惩罚了，直接输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把我们不能输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赢他，必须把这个气质赢回来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我不想让我的粉丝、我的家人们丢面子，知道吧？我们伟将军跟他们飞将军打，是我们只要能打赢，我们面子就回来了；打输了，我们。全体都没有力气了，知道吧？包括我，包括粉丝家人们都没有力气了，所以这把 PK 无论如何咱们全力以赴加油，好吧？感谢我牛群侠姐姐再次送来的跑车，来，加油，还有4分钟，来，对面已经18000飞了，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许条压过去，能不能把许条压过去，家人们？来，家人们加油啊！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帮阿伟出一口气，帮阿伟偷个塔，来，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马上4000人了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赢，但我也没想过我会输，因为我身后有一只 NZ 李队，加油 ！NZ 李队，勇者无畏。南征北战，南征北战，不服就干，就干，来，加油，来，所有家人们全体起立，直播间3300人，一人一个冒尖给我干他，谢谢孙来冒尖，谢谢。还有3分钟，这把机会我们这把 PK 我们会移他啊、哦，因为他现在才只有20000飞啊、哦，现在才只有20000飞，来，88个人气票，88个小心心，咱们就可以领取这个礼物翻倍了。来，所有家人们全部动起来，来，家人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，来，直播间家人们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，来，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礼物翻倍了。现在还有40个人，40个一人一个小心心，我们就可以领取这个礼物翻倍了。来，直播间3400人。加油，这把我们有机会赢他，他才20000多飞啊、哦！我们直接整两个飞机就直接干他了，家人们，直接整两个私人飞机我们就干他了，所以我们团结起来，这把 PK 争取赢他，好吧？来，你取到了没有？
来，加持时间还有三十秒，加持时间还有三十秒就可以领取这个三十秒的加持时间了，家人们，加油！还有十七秒，家人们，还有十七秒，我们就可以上票了。来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，还有十七秒，还有十秒钟，我们就可以上票了。还有十七秒，好吧，还有六秒钟，来，还有三秒钟。来，终于来了啊，终于来了，礼物发配时间终于来了，六十秒的礼物发配时间，直接给我干他，就用这六十秒的时间打他来，感谢我姐姐送来的飞机，直接干他。是的，来，谢谢我，来瞄准我的姐姐，送飞机的这个姐姐，直接点关注来，还有三十秒的加成时间，来，家人们，这个时候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礼物发配的时候了，来，家人们，三十秒的加成时间，礼物发配时候，这个时候一个跑车就两个跑车，一个飞机就两个飞机，来，对面的两万多飞直接给我压过去，直接给我压过去，来，加油！还有二十秒，来，给我压过去。一波云天显忠义，大恩大德心中记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彰显我们凝聚力，征战八方这一次。还有十秒钟的时间，来，还有十秒钟的时间，给我压过去，来。红同志，周公飞我奉敢斥，称霸就在这一夜。今日杀，今日杀，我投以四海为家。王延请马腹飞杀，心中头已没有他。南征北战起风波，兵甲不败这传说，兵甲不败这传说。来，家人们，给我把一姐姐点点关注，来，时间只有四十秒了。时间只有四十秒了，家人们，输赢就看这四十秒了啊！今天晚上了，全场 PK， 输赢就看这四十秒了，只有三十九秒了，来，是时候干了，只有三十九秒了，对面三万五千分，我们是时候干到了，来，家人们，是时候干到了，来，只有二十七秒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全部团结起来，好吧？也就差一两万分，来，咱们全部干起来，好不好？只有十秒钟了，可以干了，只有十秒钟了，家人们，只有十秒钟了，可以干他了，只有十秒钟了，感谢我佳姐送来的华子，谢谢我佳姐，哎呀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佳姐不要说了，感谢我佳姐送来的华子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家人们，所以说我就说叫你们不要怕，叫你们不要怕，知道不？太牛了，感谢我佳姐啊，感谢我佳姐送来的佳姐华，感谢我佳姐啊，太牛了，来，赢了没有？打一把胜利，来，歪什么歪嘛？真的是，以为直播间有四五千个人、五六千个人就能干赢我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谁的背后有谁？谁知道，对不对？非常感谢我佳姐送来的两个嘉年华啊！非常感谢我姐姐，家人们，来打一包，打一包，我们打一包，把一佳姐厉害，来，佳姐厉害！完了以后，我的榜二，我的姐姐啊，我直接回关注了我的这个一一级啊，直接送了一个飞机啊，直接送了一个飞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直接打一包，加几厉害，来，加几厉害，直接啊，直接加几，直接走了两个华子哦，直接啊，这个跟美对面直接吓都吓跑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刚才第一把是我们粉丝们被对面吓到了，知道吧？被对面吓到了，所以怕打不赢，所以飞都没有上。但是你们不要怕，知道吧？你们的背后还有阿伟，阿伟的背后还有很多人，知道吧？背后偷塔，你说什么？听得到吧？你怎么挂了？加几厉害，来打一包加几厉害，非常感谢我的好姐姐啊！对面有六千人啊，对面有六千人，我们只有四千人。一样的干他，知道吧？好，你移了一把，我移了一把，然后有本事直接杀，不要做偷塔的那种小人。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能偷塔吗？啊？没，我知道，你移了一把，我也移了一把。
对啊，谁输谁赢就靠这一把来。对啊，闭麦，闭麦来。家人们，这一把对面肯定是很厉害的，咱们无论如何打一趟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全场给我记录下来，这一把来。然后呢，无论如何打一趟，好吧？家人们，我说句心里话啊，今天晚上我家姐也特别的支持我啊，她可能她平时很忙的。哦，他平时没有时间看我直播的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刷到我直播了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看到我被欺负了，他直接上了两个华子，知道吧？然后直接把对面给灭了啊！直播间4000人了，来，这把 PK 我希望加急已经上了两个嘉年华了，我希望大家团结一下，好吧？不要，就是不要靠加急了，咱们自己全力以赴的上，好不好？加急，因为加急他很忙的，他没有时间的，知道吧？他刚才来到我直播间，直接上了两个华子，所以咱们这一把咱们就全力以赴团结起来，最后就看这一把了，输赢就看这一把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3600个人，打死王菲，必须的啊、哦，必须干他啊、哦！来，加急可能有事啊、哦，加急可能有事，出去了啊、哦，家人们，咱们这一把。因为佳吉他是很忙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偶尔刷到我的直播间这种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这一把咱们不要靠佳吉，咱们全力以赴的，一人准备一个，一人帮二位准备一个飞机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伪将军的铁粉们，来直播间3600个人，咱们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，就最后这么一把了，好吧？一人准备一个飞机，所以帮二位出一口气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家人们。因为我跟你们讲，一人送一个小星星，还差70个人，还差70个人就礼物发配时间来了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来团结起来。这个时候一人一个小星星，这个时候咱们要的是人数啊、哦，要的是人数，这个还差30个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咱们就可以领取这个礼物发配了，家人们，加油！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咱们就可以领取礼物发配了，来，加油，家人们，来，你取到了没有？到你取到了，来，还有20秒，咱们又得到这个礼物发配了，咱们把这个他这个血条压过去哦，让他怕我们，好吧？让他连票都不敢上，好不好？咱们这边只要把血条给他压过去，他怕我们的，他们不敢上飞的，知道吧？还有10秒，这就礼物发配来了，直接咱们一人给二位整个飞机或者跑车准备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先整个飞机来，直接把这个血条给他压过去，对面4000多飞了，来，礼物发配时间来了，加成时间来了，家人们。这把我们必须赢他，让他以后从今以后在我阿伟面前说话给我低调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40、47秒的礼物发配时间来了，家人们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上飞了，好吧？这个时候礼物发配的，直接整个飞机来，咱们直接整个飞机把对面的血条给我压过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面的血条给我压过去，最后一把了，谢谢我的，感谢我七夕姐。星星姐来了，欢迎王姐姐，感谢你送来的跑车，来直接把血条给他压过去，对面10000飞了，咱们2600飞，这把 PK 只要我们把血条压过去，他就没有说话的资格了，他就没有自信上飞了，知道吧？他的那些粉丝就不敢上飞了，就像刚才第一把我们不敢上飞一样的，来，所以这一把咱们血条给他压着走，谢谢王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来感谢我。感谢我七夕姐，感谢我依依姐送来的跑车，谢谢，直接压过去，来啊、哦！这个时候咱们一人一个跑车，直接把血条压着走，好不好？对面15000飞，咱们现在差不多7000飞了，一人一个跑车，来，先来一组，一人一个跑车，直接给我压着走，加油，家人们！哇，这谁来了？感谢我姐送来的飞机。感谢我把依依姐送来的飞机，来瞄准我依依姐，点一波关注，来家人们，加油！我从来没谢谢我，谢谢我西西姐送来的跑车，今天晚上我的姐也来支持我了，来家人们，对面20000多飞了，咱们不要怕，这把 PK 我们吃地摊了。但我也没想过我会输，因为我身后有一只 NZ 比赛。这把 PK 我们吃定到了，还有5分钟时间，对面才20000多飞，我们已经13000飞了，咱们不怕他，咱们整个飞机就直接。感谢我时尚姐也来了，感谢我西西姐送来的跑车，直接瞄他来。加油！
加油！安在比赛。伟杰就是家人们，加油！直播间4000多人，瞄准我公屏上送飞机送跑车的，直接点关注来，加油！瞄他，直接对面15000，对面25000飞，我们现在是15000飞，家人们就差那么两个飞机，直接许田给我压过去。来，直播间伟杰就是家人们，有没有真心真意来为阿伟出口气的？感谢我台长一车送的跑车，感谢我星星姐送来的跑车，直接干他来！今天晚上让他气质都没有了啊、哦！我也跟他最后打一场 PK 了，从今以后你们让我跟他打，我都不会打了，知道吧？我今天晚上移他了，我就胜利了。谢谢我百一姐送来的飞机，来家人们，对面和我们现在只差10000飞，只差10000飞，也就是两个飞机的两个飞机，所以我们许条压着走好不好？许条压着走好不好？加油！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全部兜起来，来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现在还有90个人，90个人我们就可以领取这个礼物翻倍的机会了，可以领取。完成了，家人们，现在对面40000飞，我们2600飞，也感谢我机器姐再次送来的跑车，太牛了，我的姐姐太牛了，来给我搂她。大家等到40秒之后再上。来，大家等到40秒的时，等到这40秒过了之后，咱们全力以赴的上，直接把它压过去。现在咱们只差两个飞机就能够干对面了，好吧？对面40000多飞，我们现在将近30000飞，也就差10000多飞。感谢我机器姐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机器姐，今天晚上怎么回事？感谢我姐姐，今天晚上我把一机器姐也为我出了一口气啊、哦！还有我的把二一一姐，还有我的把三，来，今天晚上把阿伟的所有铁粉我全部截图下来。来，最后只有8秒钟就可以开始上飞了，我们把许条给他压过去啊、哦！最后只差4秒钟了，来。4秒钟了，来，开始喽！家人们，感谢我机器姐，今天晚上大气哦，给阿伟上了不少的飞跑车，来，可以开始了，来，礼物发被时间来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跑车就是两个跑车，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，直接给我干他！没斗气可惜，要干就要干斗。